本系列内容纯属虚构，与现实人物、地点、事件无关，若有雷同，纯属玩梗，请勿较真。有一天 ，Keldon Johnson 跟 Victor 韦本亚马在练习的时候，场边来了一个神秘人物，他举起枪，振臂疾呼：“哎，今天过得好吗？”教练，你从哪里跑出来的？这不是终点，阿文，你一定要传承我的意志。教练，你不能死啊！是亲手把我的潜能给带出来的，我还没有向您报恩啊，教练。相遇，好幸运！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。教练，你怎么最后在那边给我唱歌？班杰明教练永远的离开了我们，而神秘人物也消失了踪影。那么这里我对班杰明的轰然离世还是感受到非常的难过、那这里的话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十秒钟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啦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高薪的挖角这个波波维奇回来当我们这个总教练了。那么我们的波波维奇老爷子终于回到我们球队之中啦，这也算是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。虽然逻辑上我不应该那么开心就是。那么在季中的时候，马刺队执行了一笔交易案，把 Young Pirtle 还有 RJ Hampton 再加上两个2024年的次轮选秀权，去换成 Bobby Portis Jr. 以及 Grayson Allen。如果要我对这笔交易案做一个评比的话，我自认为是非常赚的。公路队那边的话 ，Brook Lopez 已经年华老去了，内线护框能力的话已经大不如前，所以这边补进 Young Pirtle 的话，对公路队的禁区篮板巩固来说，绝对是巨大的升级。虽然他们走了 Bobby Portis， 所以能够做延展五号位的球员，不过或许马刺队就因为这笔交易之后的话，就有机会去冲击一下总冠军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把所有这个比赛的话先模拟掉，我们稍后的话就直接来进行今天的这个全明星赛吧。好了，那全明星赛的话，终于有我上场时间了。啊，我在对位 Ben Simmons 啊。哎 ，Ben Simmons 在这个时空里面感觉起来好像打得还行哦。这个后仰跳投给你啊，好不好？给 Butler 中距离给你，好球！哇， 17-29哎，这十分分差有点难哎。哎，我就呼，这 Ben Simmons 已经对位到我了，没有用的哎。来挡拆 ，Ben Simmons 没有外线啊，你投啊，你投啊，拦下！哦呦，这一个天勾哎，哇，这个狠哎。来固定位置，这个双挡拆，哇呀，球被抄掉了。来 Damian Lillard， 然后布克，哇，完了，居然是突然之间叫我去走砸 bonus 哎，有吗？可以，哇，我这个自从跟这个 Dirk Nowitzki 做一个学习之后啊，我现在这个后仰跳投跟神仙一样啊，拦下，哎呦，干得到，球拿回来，漂亮。一下上去，要个犯规。哎呀，这个球就没有进了。然后有 Irving， 哇，场上三个后卫啊，打起来很舒服啊。篮下，好球啊！本赛季 Booker 的话，场均26.6分啊。不过这个罚球没有进，我们这边就还有一战的资本、啊。篮底下进去直接上篮。哎呀 ，Kristaps Porzingis 居然也来到这个全明星赛了。可以看到 NBA 里面这个欧陆常人实在是越来越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下个档，尝试一个三分，就进，可以呀、啊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过好像这个踩线两分。米球，转身，杀篮下，再来重播一下，哇，这真的是全明星在打出来的呢。米球，哦呦，飘起来了，这球板，哎呀，对，这个 Damian 拿回来，哎，差点掉球，差点掉球，哥。嗯，犯规犯规，
超远三分球，可惜没进。第一节结束39-30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第二节的话，教练还是继续把我留在场上，那我觉得还挺好的。可能接下来对这个 Porzingis， 来，应该顶不过我吧？来，哦哟，他身材还是不容小觑的。哇 ，UK 加 Porzingis 这个什么神仙组合啊？喂，再加个字母哥耶！哇，完了，上去这边要被当狗打了，太难过了吧？场上现在基本上有一半欧洲人了，我真的没跟你胡乱的。哎，那些进去还我了，上去。太神了，转转去，哦呦，那些你在给他空中距离，哎，给他破坏掉，去啦！比较，对吧 ？Mitchell， 这么就去，可以。那今天我就要带领这个 Team Luca 赢下这场比赛啊！不给那些，不给那些。手到，哇，跳起来了，宝贝！哦呦，哇，撞开来嘞！哇，我一个阿姆斯撞嘞！哇，一个终极大跨步啊，跨到你心坎里啊！目前双方的话是大概5分差距。哎呦，你突然防了，你不要闹了，哥！来，陈阳，谢谢，恭喜！可以，哎，这样翻没进，可恶！哇，我先给你这边有了，哎，没进，还好。来给内线切入，直接上得分 ，OK。然后就想说给内线一个空中接力啊，虽然传好像不是那么好看。Irving， 任何一个外线，这球严重干扰，拿回来。哎，上去转走上篮，哇，他的那个也太快了吧！怎么隔了个挡拆之后拔起中距离，哇，弹好几下好几。站出来了，宝贝！不行！内线切入，终于上来得分。OK， 犯规。哈登外线，我有这么远的一个三分球啊！原来他是传球啊！哇，我灌烂！字母哥不给我活路哎、欸，那我也不给他活路了。兄弟，要犯规！有这么高的身材天赋，我就不要畏惧对抗啊！哇，这个整个球队活生生被我打到只剩下一分差距、欸。一个标三分球，拦一下，又可以直接上来 ，OK。传回位置标一个，还好，拿回给我。钻去内线，上来，被两人包夹、啊。想要阻止他，没阻止到、啊。内线对 UK， 我呀，他也可以有他宰制能力，好可怕哦。啊！就是他的三分球，出手！哎，我打进去了。那三分球出手，球没进。哎呀，拿回篮板。字母哥可以第一脚的拉梅洛波三分球进。哎呦！字母哥中距离，哎呦，这球还进啊！大家全明星赛需要这样子吗？来翻身，哎 ，OK 的，稳的。好，君巴特勒三分球，哎呀，今天全明星赛这么稳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来到第三节啊，内线 Tatum 翻身，有了吗？哎呀，没进，而且我觉得我按的挺好的、啊。就干扰到，哇，他怎么传的？超远三分，来一颗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可惜。欸，我被手靠背嘞，不是我被字母哥卡住啦，怎么样？挡拆换防，等一下，哇，现在大家打球都这么疯了，是不是？下个档，来，这么准可以了吧？我手很死啊，不可能这样子给你进的、啊，再来呀、啊，连续两个火锅。哇，你看一下这球，想进来直接灌篮，哎呀，一只手直接抓一点上，谢谢。来，转身转起来了，宝贝，上去 ，OK， 直接把它甩开。
阿登，你挡拆。完了完了，哇！没办法没办法，退太深了。那 James， 你们球再给我中距离来一颗 ，OK 的。目前34分6篮板3助攻啊，火锅话至少应该也有3颗以上啊。这个挡，哎呦，手很紧的手很紧的，没办法没办法，缺氧真的太神仙了。内线有机会，可以，但篮底下 UK 局啊。其实巴特，你防守很强是不是？灌进去啊，没问题。我觉得要给崔样哦。哦呦，崔样这个反跑，还好还好还好。你他妈的！等等，下一档。哇，这拔起中距离好狠哦，这人。哎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巴特勒。你这球进的就真的是神仙球，我操！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这张球出手，哇，这什么东西？霍阳，哦，这个我给过啊。三分球再来一颗，稳的啦，39分。Porzingis。最后 Damian Lillard 了，哇，完了，割扣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把这扛下来了。LeBron James 中距跳投距 ，OK， 来回直接4分差 ，OK 的。Yanis 这边再回给这边是一样吗？哦，我有成功，哦，没有，是 Damian Lillard， 哦，一个背影直接切进去上篮，哎呀，可惜没了。Harry Irving 又测一个挡拆。手烂吧，这没有任何道理进的。Curry， 一脚一个挡拆，垫步往后，三分拔起，哎呦，可恶！进了我们就只剩下6分差。手到，哎呦，一脚。嗯，这边他怎么就直接传球给我了？来来，哎呦，球我没有给好啊。哎，抄掉 ，OK， 当局交给你了，上去要犯规，两把中一，哎，这关键时刻还可以两把中一，今年独行侠队罚球怎么回事？等布克一个半转身，抄掉，哎呦，这还可以接着回来 ，Hayton 可以，因为一直卡在这个双位数的落后啊，哇呀，不是，我一下球就被抄掉了。干扰三犯，等一下上来得分。LeBron 一个人拉开单打哈，等 Curry 球给我，给你没灌篮可以啊，八分差距。Curry 叫 LeBron 的这个高智商组合啊，打起来是挺舒服的。哦呦，没想到再跳，哎呦碎了，这个防守可以啊。那我们就以8分差的姿态直接进入到第4节吧。第四节我还没被换下去啊！我有，真就太可怕了，这小明星在转进去了，上去 ，OK。我 Vito 文被亚马逊已经当，哦 ，Vito 文被亚马逊已经场上指挥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哇呀，有火锅！再下个档，哇，篮下扛成这个样子，罕见。我这可以用后仰跳投吗？有吗？可以。我最恨他们就是怎么守都守不住我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太舒服了。连切入上来，要个犯规。这里的发球是几乎100%命中的。回档转身，哎呦，干扰，哎呀，别啊！哎，崔样，是你啊？上来，两分先稳稳得啊，我们不要追求太多三分了。突然想起这个 Jason Tate 的记录啊，就是在全明星在打55分啊。哦呦，哎 ，Stephen Curry 这样子的控档是可以的吧？哇，你 Stephen Curry 今天连底角射手你都做不出来是不是？哎，就是他的，你看啦，又少了2分。
哇，这你给这么大的空间力、啊，来，哎呀，炫了两圈。来，克瑞，那现在等着你这样投是怎样？吧，过来，你知道他这样投篮，他就想搞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超掉，拦下，上去要犯规，好。Yo catch， 还好还好，拿下来。前场直接进去灌篮 ，and one， 稳的稳的。我真心认为九分差距已经很接近了。你是怎么突然要我锁他干嘛啦？靠腰哦！你们穷人往内线挤土，我又换我。上去 ，OK， 好了，55分啊，已经平了 Jason Tatum 的记录啊，剩下就是打破记录了。不是啊，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，他绝对不是我守。你们不要开这种国际玩笑，他绝对不是我来守的。我可以帮你协防，但是不是我主防他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篮下，当局直接杀进去了，可以左手上。今天大家命中率都挺高的、啊，50%多啊。来，克瑞一个挡拆，上来，你这上是什么？不是，你可以投篮的，你就不要上来吗？是不是？有人 Durant。挡拆给米球出来，这球出手没进啊！这个挡拆，禁区面上去 OK 的，来来来，守住你，被抓过。欧洲步上篮，我现在不管你们什么球权啊，我今天就要赢比赛啊！哎，超掉，你屁啊！我们就从头到尾都十分差，好痛苦哦。哇，这包夹我啊！哇，而且米切尔进 OK， 哎呦，好像还有一点点机会哦，8分差。我们给内线上去要犯规，怎么过？哇，外线三分球，收到！屁，我刚进球，根本就我站在原地，你这样说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觉得他这样不太对了。不让，然后拦一下，这边没有来到犯规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哇，这个分死了死了死了！当真？有杰伦布朗，这么球进可以。收到！哇，看呢、欸！等一下 ，OK。怎么哥，我杀进来了！屁干！最后只是很可惜啊，就差一点点啊，141-137啊。那最后的话，我们输这场比赛，我今天真的是几乎做到没有任何瑕疵了，就顶多失误多了一点了，但主要是在于说我被太多人包夹，就导致我后面是真的没什么办法。这里我们总共获得了9680点经验值，那当然我们的终极魔术师能多升就多升一点啊，再多点个10点，你们觉得可以到金牌呢？有的，没问题。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，我应该会直接把它全部模拟掉，我们会直接来到季末。那现在今年最佳新秀的话，肯定是我们的 Victor Wembanyama 的。不过可惜我们没有办法获得最佳进步奖，因为我们出道就是巅峰啊，所以这边也是没什么办法的。那下集影片之后呢 ，Jeremy Sohan 应该会重新复出到先发4号位啊，因为我觉得他整个能力的话都已经起来的差不多了。好了，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感谢各位前收看。那如果各位喜欢这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可以小大时关注我们最新的影片动态。那我们就用。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